这个是第九洞，第九洞的话开杆也还可以，然后呢现在在 fairway 上准备打第三杆，第三杆看能不能上果岭。然后这儿有很多的白色鹦鹉，可以听到它们的叫声，非常多，我估计有小100只了啊。它们以此为阵地，这里还有一些天鹅，还有一些鹭鸬鹚，各种鸟都有。对，这个自然环境还是相当不错，其他的一些球场还有一些有袋鼠的，有袋鼠的应该是他们高尔夫球场专门有员工来提供食物的。我现在这个球场没有袋鼠，应该是没有食物，所以的话这边就没有袋鼠了。